好多玩具哦，你去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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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嘉琪一婆，他不要。你给他吃东西，没有，就让他。就这样，来。哦，好多东西哦。去拿一个，去拿一个。还要，还要。过来拿，过来拿。去拿一个，好多东西哦。来，这里。好多东西哦。来来来，那里。他更虚。哈哈哈哈哈。他没虚。哇。我没有不懂。叶子。你姑姑讲什么电话呢？让他慢慢看，你看他看到了哦。计算机啊，你真的。完了完了，中你爸爸的计了。所以你看他就是会抓前方的东西。嗯。所以等一下再一次再转弯。他自己转弯。我自己转弯。你洗的你已经犯规了吧哎呀冷了冷了这个这个好了好了没事没事没事算你犯规了吧全部犯规啊那个不算那个不算那不算了哎不然这样好了三轮他们刚抓了，然后最后把那三个摆下来，做对，对，就是这样子。这样，还有这样子的？这样子吗？就是，他们拿到就先算，对，然后就做会。然后第一次是拿蜡笔，然后计算机，然后第三次之后再一再又拿回去计算机。他又拿回去，剑气岗好玩吗 ？Hello， 你做你爸爸的那个人记得呢 ？Hello， 你已经赚了多少钱了？又要拿毛笔，要分析吗？啊、我免动东西。好，等一下吧，等一下吧。那全部都全部用一堆，可以的，可以的。他随便抓，他都没有看。那就是那个蜡笔跟计算机。啊，唱好把握。等过产他有拿的。你过生日哦。给他带一只。还要带一只吗？好啊好啊。嘘，又又嘞。他是碰到，他碰到。啊，没事，我自己过。好，没事没事没事。好的啦，就那个两样啦，再抓一次。计算机跟蜡笔。太贱了！要拿出来吗？还是就是在全部这样抓？没有。